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正义这个咖》，我是牛奶，你好吗？前面两位就不介绍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北上，等下我们要到台北市中心，然后接着我们三个就被丢下，留下前面两位闲杂人去谈判。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行程就会非常的满，到时候再跟大家一一介绍。OK， 那我们到休息站了，等下准备要继续出发，还要换驾驶。现在车上有四个驾驶，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我要开车。到这边呢，我们就来逛一下，刚刚看到有人在唱歌，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的，然后我们来去看看。刚听完一首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听。那小孩唱到不同版本的《告白气球》，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唱法，他歌声真的很特别，大家可以鼓励他一下。那我们不多说，我们继续出发了。我们终于到台北了，到台北了。现在制作人包袱很重，接下来要戴着口罩吗？现在我们要去找饭，因为等等要谈合作的对象，约的时间可能要再晚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是先去解决自己的肚子。优酷行销谈合作，现在等待他们的 CEO。谈完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等一下要到华视，因为等一下我要上节目。终于我们牛奶要出头天了，这次要上的节目是虞美人主持的，什么道理？现在就在等书画了。那我们看到车上三位耍废的，那我们就来去找他们吧。大家，那我刚刚终于录完影，刚刚跟美人姐真的聊了很多，居然她会说我有一个明星，只是那个明星我不太认识。等等，我们就吃完饭就准备去拍戏了。OK， 大家，我们终于回到台中了，坐了大概两个小时多的车程。我们今天的行程真的很满，从早上合作完到下午上节目，然后接着晚上拍戏，今天真的很充实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做结尾了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别忘了加小铃铛哦。我们终于热咖，下次见，拜拜。Oh,